我一家人，我们非常健康。然后我们做体适能的测验，说我现在是，一甲子60岁哈，我的体适能测验是37岁，然后骨质疏松我27，他说你不要再来了。那我在海山的时候，我是血红素最低的，我血红素那时候6.8，几乎没办法工作哈，还曾休克过哈，各位知道哈。我现在是12.8，医生说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我吃素，是我吃健康的食物。我吃的食物呢，永远都是不伤害的，绝对不伤害。我吃蔬果是用剪刀剪得下来吃，熟透的香蕉之类的哈。那我刚吃的，我吃的那个蔬菜类都是开花结果的，前株哦，根茎叶有没有开了花结了果的，最自然、最安全、最标准的。我们就吃这一个。同样瓜类哈，我不吃地瓜，可以的话我选择南瓜，所以我们家叫天钻斋哈。我们天钻斋的标准锅就是南瓜锅，我们叫天钻锅。客人很喜欢，这个附近有很多医院哦，有一个牙科医生他吃不下来，他都不敢讲，他每次来，我看见第一次到现在，他每一次来都是吃南瓜锅，吃了1年多以上。有天我是很纳闷说，医生，我们家还有很好吃的东西耶，他说等一下嘛，再等几个月就可以了。后来3个礼拜过了，他跟他夫人来吃饭，然后夫人跟我讲说，谢谢你哦，那个锅真的好吃。他说我怎么做锅给他都不吃，他说你怎么做？我说很简单啊，要不告诉你吗？说你告诉我。我说把南瓜洗干净，切下来，皮也不要丢，籽也不要丢，通通拿去大桶电锅蒸一下，蒸几分钟、10分钟就好，那冷藏起来。要吃的时候，果汁机呼噜打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原汁下去。高兴的话要点蛋白的话，有没有哈？再加点豆腐下，一起把它打下去。豆腐啊，豆腐啊下去，就甜甜香香的，就一点点盐巴就好了。我们的盐巴是那个印度的那个蓝宝石海盐哈，它是那个。海底下爽上来的那个硫磺盐啊，好，一包不太便宜哦，100多块钱。可是各位知道我们吃盐巴会吃很多吗？不会吗？吃那么一小口而已嘛。我从一开就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的米是我们台湾的有机米当中最高的，秀姑兰溪上游的原住民种的那个有机米，外面买得到哦哈，就是我们跟他辅导他开始卖这个东西的。那个是新安简家那个有机糙米哈，这样做下去，结果呢？我的饮食就这样，那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。我每天要起来，那个绿豆黑糖一大碗喝进去。哦，刚开始我不吃糖，但有糖会胖啊，什么血糖会过高，没有哎。后来喝下去哦，哦，好用哦，这跟蛮牛一样哦。原来有高钙，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钙质，这个我们去做那个骨质疏松，才没有这样的好哎。这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好。那个骨头，你看以前我那个要抽血啊，找不到血管，怎么绑都找不到，现在不用哎。手伸出去，有没有看见吸多少都没有关系。然后我跟狗跑，然后20公斤狗饲料拿着扛在肩膀上，满山去喂它们，我也不会累耶。20公斤哦，不是20斤，20公斤哈，这。所以呢，我家的狗也是都是大型狗，好，就什么事都做过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到现在，哎，还活得很好啊，越活越有劲儿，好。所以呢，青海湖上次是我精神的指标，各位曾经是我生命的支柱，我很爱你们，所以很好多次想说。找个机会啊，达到我的建议。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我什么好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。对，我今天想一想，突然间有这个信息，然后杨秀珠老师跟张淑荣来找我，我看到他说：“哎，我下个礼拜这个有这个活动，好，你可以帮我通知一下吗？我来会通知大家的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那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事没有来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6月3号、6月4号、4号、3号、4号，6月4号啊，星期三，我们还有一场。我们台湾最大的这种一个新北市的一个活动哈，我这边有邀请函卡，那您需要随时来跟我拿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跟大家分享，那边很震撼，我很想去看，不过那一天我餐厅开幕哈，或是我在做生意，我没办法去，就因为餐厅关很多东西我错失了。可是呢，你看老天就这么爱我哈，早上我就给我看这一个，我马上邀约你们来看，嘿，真的非常好哦。好好感动的一个影片，这个是真实故事哦，好，真的真实故事哦。所以呢，有人这样活在地球上，我们也可以，好，尽一份我们这个地球公民的一份责任心哈，吃那一个不会伤害人家的饮食，我都会长命百岁哦。然后呢，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，还有呢我的那个家族这边，他们都是睡着走掉的，我爸爸也是睡着的，好，是这样子，在家里哈。寿终，然后呢，正寝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我公公后来癌症过，后来饮食有改变，还是在家里这样往生的哈。
但我的意思说，生病不可怕，但是呢，我们真的要对症下药哈。生活有错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只要纠正就好。那我们都还有机会来得及。然后呢，带着满满的爱，爱自己哦，先爱自己，然后再爱所有家人，再爱国家、爱社会就可以了哈。所以中国人有八个字我很喜欢，他说“己利”，然后呢，“利人”，然后“己达”，还有“达人”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达人了哈，因为我们都是老师做嘛。所以呢，真的还有很多贵宾哦，请不要误会说我就跟老师一起讲话，因为我太久没有看到他们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嘿，我好想念他，因为他们是真的好棒，好我生命中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当时没有你们的话，也许都不存在了，也许哈。但是因为有你们的关系，给我的力量，给我支持，让我一步一脚印我走过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什么都做，去戒治所帮忙人家啦，去救狗啦，还有那老人院啦，什么什么院啦，我能去我都去了，我去试试看。跟着过那同样的日子，我才知道说天哪，原来我是这么的幸福，所以左边一个江山回来讲说啊，老一家子退休吧。我女儿说不行我要开餐厅然后研究所不毕业了，博士班不念要我以往都想说掐死他，你掐死他把博士念了没有？我跟讲说 OK OK， 人生苦短，你高兴就好。大家说的轰轰烈烈做下去了，哥哥也拖下水了，为了嫂子也拖下来了。人家是记者，未来嫂子是记者他在这边拿这种五级数这样做。那哥哥本来去大陆十几万的，他自己博士念完了，可以回政大的。那妈妈退休金7万多块，每天可以过得很好日子，通通抓进来，他可能没有意见。我们非常的快乐因为健康是儒家。然后呢，壮壮的我们精神是真的真的活下去最大的一个指标跟一个价值。您都在做了，好，我跟着你们后面，我告诉你说我活着很好。请为我鼓掌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我们家的小姐，这个店叫天钻斋，不是许金德的店。你上网去查，店长是谁？是叶伯君，他是您的学生。然后他刚刚就炸牌站那个面场做的牌他带着他的为了嫂子，两个在后面满头大汗，有没有？从刚刚那个饮料到现在，他要呈现给你说他的一份心意，那要请享用，好。不要客气 ，OK， 请用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我们的有机的豆浆饮料，请喝。这个都是没有糖的，可是呢，对我们身体很帮助的不管男生女生一定要喝豆浆，为什么？有益黄酮，它是直接吸收、直接排泄，完全没有害。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吃，是因为它加工名牌都有关系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一起来，帮助我们的社会，让他知道这种东西能吃，什么东西都能吃。三十来改笔记下来，那我们越来越好，咱们国家会越来越好。这个是我小小一个愿望。谢谢你的光临，希望你再来。不舍还是我们下一节目OK， 那我们请那个帮我们送上来一下。如果你不用的话，可以带你回去的关系。谢谢。那么大一个吧。谢谢。这个是前厅宝，结果今天变成大亨宝。我跟你们说，越包越大。你看一下，很好吃我会煮给那个荤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菜都是有机的，番茄是有机的。请用，非常好喝，非常好吃哈。真的是太好了。要发够我们要发够包完了用，都可以。你想用刚才掏出来的